下路这边打一套，纳尔这边变小，钩索被躲掉，闪现过去没带钩索，打不过了，要被反杀了，闪现过去。跑进了，但是杜朗霍特第一时间先是喝退，从斯卡特这边一闪过来，大招 Loken 有一个秒表，加里奥大招也落下来，甚至场 Loken 交闪现火箭弹把他带走了，斯卡特完成了潜龙点影的孤军深入刺杀，这一刻女警倒下，京都的伤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伤害，大嘴哥青钢猿也回来了，一起来，王明堂感觉要被直接一下布隆大击飞三个，但是。朱妹这边先扛了一下防御塔，布隆秒秒开出来，三恩从后面踢过来，拍门瞬间进场被融，甚至大招都没交出来，岩雀交一个闪现一四月三又正义装过去粘住了，人头被阁下的寒冰制咬的布隆拿到了，大嘴这边也被蓝冰进去单兵切掉，又在这边交一个闪现出来之后还在封着一个三的伤害不太够，加里奥这边大下来，三的 Q 技能是被 UZI 的秒秒给躲掉，老牛 Q 了一下之后，加里奥坐上嘲讽到了 UZI 这边还在封着一丝血，凯旋回了一口血，啊三这边还想追但是追不死。哇，李伟强不能收这个人头，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Q 完以后被敲中晕到，治疗顶了一口，交一个秒表顶掉了点燃跟平 A， 拉大宝剑回去扛住了这一下李伟强的闪现平 A， 关键还被防御塔 A 了一下，就直接配合狙击丢掉了这个大嘴的人头，更别说 TP 下来的兰博交了没闪现、哎、这个位置感觉很难啊，现在锤到可以的大招，哎，被 R 技能躲掉，圣杯大招想反打，但是这个位置剩下来青钢眼的血量现在还可以，做不先交了个闪现，甚是把一血拿下来了，第一滴血又一个钩索打到了 Cleed， 而且这边扎克跳过来了，如果 Q 技能打